司机先生先吃早餐才会有体力开车，蓝天白云的天气真好。这位朋友要吃药吗？药物。开心吗？我们要去哪里？台中。台中第一站。对，好，赶快去，还等下要去你最爱的饭店啊，吃早餐呢，好开心，对不对？天气真好。Hello， 早餐好吃吗？你吃什么呀？素的三明治吗？超棒的，里面有火腿蛋，还有塑料蛋，那我里面还有三明治的起司，还有三明治的面包。好，我们赶快吃哟。妈妈，这个道理。妈妈，你可不可以不要放船上那个入国小店？而且世界上有没有这个道理？要拍到速度，来不及了，你没有加速，没有加速哦，没有啦。为什么要吃早饭？你去啊！小丑鱼，我看那边还有几个打游戏耶。对啊，那个是几个？一个，两个，四个，两个是水，水造成的。这里还有，这边好像比较多雨。你不要一直啊，好不好？刚刚北西的，那是啊，听不。阿嬤不会讲是不是？阿嬤，哦，我们在台中，我们在台中，刚才开车有拍有摄影吗？便便、我们现在用海底语言。这边已经在开拍，我要去那边。快点呜啊！快点！叫阿嬤，叫阿嬤，阿嬤。是不是叫阿嬤？阿嬤。外婆。外婆。这边没有垃圾。这边没有垃圾。它是素哎，你看。垃圾鱼人。哎，这好可爱哦。垃圾鱼呢？怎么这边没有垃圾？这好像一个怪物吧。啊，小丑鱼。这还是一个小丑鱼。那个，还是一个无敌大的那个章鱼，对吧？这个很大，超级大的，好黑哦。然后这边7点，垃圾鱼要吃它吗？垃圾鱼，你可以把各个事情吃掉吗？
拍我，你拍我啦、啊！你什么鱼？我的色鱼。好黑啊、哦！好黑啊、哦！你看，又来养一个黑黑鱼哦，小黑鱼。哎，这边有海鲜。海鲜哦，海鲜。老板。海鲜呢？你喜欢乐色鱼啊？没有。它吃大便的、欸。对。你吗？这鱼好漂亮哦、欸，看它变色哎、欸。它那个白色的地方，它就好像蓝色这样。六点半天气，悠悠，你看一下天空。哎呀，你看一下天空。那下面都是大便鸟，大便鸟要拍。你来错。走了。哎呀，几点啊？呀，这咪猫好大。悠悠，不要再拍了。你现在拍，等一下手机又没电了。等一下再嘟嘟嘴，不嘟一下。再嘟嘟嘴。哎、欸，这边现在有一只，这个是什么？垃圾鱼。真的，它在吃垃圾吗？没有，它吃便便，它吃便便，便便，它吃便便，便便。这是海带鱼的那个热带鱼。嗯，它那边有很多只的。妈咪，热带鱼。嗯。海星也有。海星。海星也太高了。哎、欸，我没发现哦，那边有一只。妈咪，过来。让我看一下，看一下那个 Sonic 的电视。噔噔，外面呢？外面长什么样子？啊，这里还有个浴室，我以为这是阳台。哦，很棒哦！你这里还有个浴室哎，在外面呢？嗯，好大哦！你要小心啊！刚刚我那边也是过，那边也不是，是吗？可以走开吗？再过一下可以吗？这是镜子吗？那是门框。这里有一张床，这里有一张床。外面的跟那边的我试过，啊，那边的哎。那边有两个沙发，哇，这房间好大哦！天哪！试过吗？我要尿尿哦。也太大了吧。